新竹县北部乡的池田宫前没有平房，当年九六七零年时候就为举办的圣言普渡法会，也同其他普渡的法会无相同。为了一般行客到民众来认识彩田的文化，乡公所就特别同亚红信仰建设下去，还创出为专属的儿童节。下位分享为关于机会体验孙子都接触得到客家文化。南部上去含随同大家乐团带来表演，为社经普法图快充。当年桥南青年各地方信仰中心都为举办普图法会。唐公认为这些部分在中央普图期间，为求不让太贵围绕都市，就是桥南青年的需求，被部用为为入分准备几瓶。哎，你叫我来接罗夫人啊，去南部呀？哦，又唐多讲，哎，父母过来又社会都还叫。哦，所以佮门选的结果叫爱 CO 啊，叫佮普渡的时阵啊，超唔让谈因。哦，所以佮只针对安尼俩，当年哦，青年二十几岁时阵，哦，针对安尼社经的部分，哦，来做叫普渡。为台湾老俩有任意个发通传下去，主办单位绕墙采集个师傅，用心改造昆文，用棉粉酿造果子、牛、动物，还有眼器俩豆，都系专门为社欧哥所设计个用品。民众大部分了解会，也了解一道客家族个发通。生意不多，去针对社欧搞个事实，韩国就像安尼个，安个艺人哈来。做到本身嘅咧，咁系公平咯。我想啲前特殊嘅部分，就咁系发动吼，诶，不应太了解，来第一次接触呢客家文化。我感觉蛮热闹的，然后就是有这个小丑，很特别，然后可以让人家感受到客家文化，就是在客家庄，然后我们的客家的文化有这样子这么有意思的活动，然后我们也带孩子一起来，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。在保险公司讲，李亚红发通系强健快示牌，除了希望大家会记得李亚红字典，也希望大家喺那亲切了解客家族嘅发通，打破禁忌，求老亲爷也系慈悲老分乐解嘅份。客家新闻王文耀，新竹报道。